好，谢谢主席。主席，我想请我们署长。蔡委你好。署长，那个水污染防治收费办法从94年11月28号公布以后啊，那95年说要开征，但是到现在7年了哈，一直还没有办法全面开征嘛哈，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基本上是大院这边对这个案子通过，不是支持度不高，担心啊，收了费以后对猪农的冲击比较大，猪农冲击比较大，那个水污染哈，现在应该是办法还没有出来嘛，是不是？我们办法已经定好了，办法定好了，那就但是呢，你每次啊要法制化，在立法院就被删哈，对，都没有通过，每次预算被删了哈，对。那我想哈，最主要现在在哪里的？因为我们像养猪户的话，现在有些已经有那个三段式的处理，在我们大猪厕所在推。对，是。那其实他们出来的是水呢是有机的嘛，应该是可以利用的，对不对？是。跟那个工业用的哈，那个有废水哈是不一样的哈，有一些强酸呐、强碱呐，或者重金属哦，会造成环境永久污染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那这一些应该是朝着可以利用的方式哈、去利用。如果把它纳入跟工业级的一样的话来说这个水污染防治费，那这样合理吗？我想你们最近好像听说又要针对养猪户又要开征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水务费里面，它对养猪户都有计算一个开征的额度嘛。对，所以嘛，原来都有算进去。是吃挑软的吃嘛，哪有这回事？都有工业的也有，那个三个部分都有。工业的、养猪的，还有住宿的。所有的水污染，其中家庭污染是占了50%嘛？是，对不对？对，所以他收的也最多，将来，这个养猪的是极少数嘛？是，在比例上来讲是极少数嘛，对不对？是，那你现在？是要开征的是全面性的，全面性，但是因为它少，所以收的也会少。工业的还是养猪户的？是，养猪户因为排的水少的时候，它收的也少，所以我们说如果能辅导它哈、做一些完全的回收利用哈、那么它就根本不会收到了哈、那最近我去参加那个屏东畜长试验所，他一个博士洪博士嘛，洪家模哈。他其实他告诉我一些做法，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准备去推广看看啊。他说现在的那个三段式的那个废水处理啊，他处理出来水其实可以回收去用的，用你别现在每天排对不对？他其实回收用的话，6个月只要排一次就好。所长，科技发达，有机的应该是要做全面回收利用。你看每年我们都有机会来做什么演习？不是防空演习啊，每年都要，我们都要限水啊，对，对不对？每年都来一次防空演习，2次至2次，去年是2次，对不对？那今年第一次的防空演习刚过，恐怕7、8月份恐怕也会再来一次，对不对？是。那因为今年比较提早这个水防空演习嘛，是。事实上，老天也照顾台湾不少，但是这些有机的本来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我们不朝这个方向去设法，而是把它扣这个征收水污染的这个防治，是，就跟你叫你报告嘛，就是说，你工业污染、家庭污染的占50%，你要的话就全部一起来，没错，有机的可以利用的，你应该朝着这个方向来补助这一些有机水，不是只有养猪的啦哈，有机水可以回收的要它100%回收，不要浪费水源，这才对嘛。對，所以刚才讲说，那畜养试验所既然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真的去试验可行的时候啊，假如我去收水务费，反而就是刺激他非要去回收不可。既然他是可行的，他就要去回收，他不回收我就收他钱啊。那这样其实反而一个诱因啊。署长，我觉得这个太消极了。你这种用这种这个像跟那个严刑逼供一样了。你应该去鼓励，用正面的去鼓励有机水啊。那你设立我们有基金啊，你们这个有机的废水给你时间3年啊，或者3年内你们来申请，应该把它回收，全部回收，我们环保署来辅助，
啊，这个是正面的工作。现在就是公务预算编列其实很困难嘛。这个水污染你要不全面开征，你针对这个因为养猪户来开征，公务预算编列困难哈，所以当你有个基金可以来收入哈。那然后他可以做回收，然后他需要缴这个钱的时候，他就可以不要缴钱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诱因啊，让他是好好做回收的事情。你全面收嘛，你家庭的有占50%，为什么不全面收？你这里面每次都是挑养猪户，这就怪怪。这个有机的水可以回收的，干嘛去挑这种行业来做？我也觉得很纳闷哈、哦，应该是用鼓励啊、哦，用啊这个正面的啊去面对我们的问题才对嘛，好不好？是老师哦，这些工业用的可以会永久伤害我们环境的。像我报告，我们现在其实有定鼓励办法哈、哦。你好比说，现在县政府他如果找猪农哈、哦那个、去做沼气中心的时候，我们就补助他们设计、建造跟、那个。那个这个是另外一码事。对，你会水，你这所有有机水没有完全回收的话，那个部分就是猪舍所加了那个之后，它就废水就变少了。你应该提更有效的，对，而且不是因为补助那部分，它的这个废水就变少，它就回收利用就更容易做了。哎，署长，所以都有关系了。其实那些办法我们都看过了，是，我是觉得可以更积极有效的回收那一些有机水来使用、啊，是啊，避免浪费我们的水源呢、啊，也可以啊，这个。促成他们啊有意愿来投资啊这些有机水全面的回收好不好可以啊、哦、这个我就给你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会了解一下就是现在的困难在哪里是第二个齁、哦、那个我想我们每年都要这个固定污染源齁、哦、的收款应收款项齁、哦、里面大概60%都要补助各县市但是我看你们啊这个啊，绩效考核的结果里面很多的缺失哦，就像油品拦查案件比例偏低啦，稽核检测比例偏低啦，空气，公务法非31条之稽核报告告发比例偏低啦，对于排放量正确性质掌握度啊，应该提升啊，还有加强这一些专业技能的或者落实啊，这个营建工地跟固定啊这个预算。污染预算源污染管制的作业等等齁、哦、这些资料显示你们在稽核工作上齁、哦、是应该有待加强但是我们每年还是固定补助这些钱啊那等于各县市它没有落实在这一个我们还是要补助那就变成就随我们怎么补助就怎么补助啦是我们对于补助考核跟补助款有关